天就可以当乌龟啊，把拿到的都是看大的。好，我们去找老虎。我身上还有个五号是吧？那么好像这个它的脚是像山一样。像吗？乌龟，大乌龟，弟弟看得到吗？可以靠近一点。这都不重。为什么那个乌龟的背壳上面写了一数字？哇，你这个得一呢？啊，你一直写什么？两个五。哦，你得一跟五哎。这是一号乌龟，那是五号乌龟，就是这样子比较好记呀。